氧和煤油这种组合，特别是中间的氢氧，可以长时间相推力的工作。过去两级半之间，火箭末级载入大气层，烧蚀销毁，这是国际的通行做法。4月29日，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空间站天河航行舱送入了预定轨道。中方高度关注火箭末级载入大气层的情况。据我了解呢，该型火箭采用特殊的技术设计，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过程中烧蚀销毁，对航空活动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极低。